我是霸主，我莫名其妙的穿越到了恐龙时代，但是我之前的记忆全部消失了。天空中的幕后者告诉我，集齐三块上古神器便可启动传送之源，带我回到属于我自己的时代。走，蓝雨，我们现在去找传送之源。如果这个星界也被人掌控了，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也会在这里建造传送之源。我好像听到了堵车的声音。哎，这个地方不就是我在原界的萤火基地吗？难道是我的堵车在这里？他们，我的机攻机脚太闪，都在这儿，是你们吗？真的是你们，真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，好久不见，我想你们了。不过我也不能在这里停留，我需要继续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。我带着蓝雨来到了地面上，和我的预料中一样，这里果然有个传送之源，说不定这里也有个幕后者。周围特别安静，但是蓝雨炸毛了，这说明附近一定有死神。你也有今天，先不要动他。你是谁？竟然是个女人。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老熟人啊。你是罗库维尔？为什么装神弄鬼，扮出一副女人的声音？我本来就是女人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发现了你的腐化基地，等我醒过来了，我一定要去破坏掉它。可惜你已经死了，我现在只是可怜你，给你一点说话的机会。我才没有死呢，我的身体还在我的悬崖基地，我的宠物们会救我的。那如果你在星界都活不了，谁来救你呢？干掉他。不好，蓝雨，快跑！我去，这家伙真的是说翻脸就翻脸！快快快，爬到高处，小心，我们能跑掉。宠物们，来不及和你们解释了，我们分头逃跑，你们四个向右，我和蓝雨向左。罗库维尔要杀的人是我，可不能连累了他们。快走吧，保护好自己，有缘的话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蓝雨，快，我们走。蓝雨，隐形，跟他们拖时间，只要他们找不到我，我在原界活过来的机会就更大了。蓝雨，我们目前应该安全了，我很可能在原界要醒来了，下一次相见不知又是何年何月。你在这里要好好保重，早晚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。谢谢你的陪伴，再见了。英莎在给我喂肉吃，这生肉味道确实不怎么样，但我的心里却还是很感动。我决定给自己做一锅热热的熟肉，我需要好好的恢复恢复身体，
我想到可以利用上古神器来寻找狗子，但是我连接不上，这说明他也不在了。然后我在院子里找到了从我自己肚子里钻出来的死神宝宝，他可是我自己生的呀。那么我到底是他的父亲还是母亲呢？这家伙也不认识我，还拼命地追着我咬，他如果不是我亲生的，我早就锤死他了。我想这就是父爱或者母爱吧。不过在我的喂养下，他还是慢慢长大了，虽然现在体型很小，但已经有了死神的模样。可是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我呀？哦，对了，这只是一种寄生行为，他的身上也不会有我的基因。不过不管怎样，我也会把他当作亲生的来对待。那么就给他取个霸气的名字，叫霸神。吃吧，等霸神长大了，也许会成为我的得力战将呢。现在罗克维尔应该还没有发现我活过来了，他也许还在星界忙着追我呢。不过有一点我没明白，星界的罗克维尔为什么是个女人？他想在星界把我杀了，让我彻彻底底的死掉。只可惜我还是回来了，接下来我将成为罗克维尔最大的敌人，等着我吧。